只有阮家有靠这点命啊。你调皮啦！我靠这点命啊！哦，这阮孙啦吼，啊阮囝安尼啦吼，阮囝抱阮孙啦，我等下阮吼，啊阮孙抱一下安尼吼，欢迎吼来，阮孙阮孙。向你，向你，过来，哎，他们，哎，哇，好可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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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好，我们现在看到是陈雷大哥的公子，还有他的孙，来来来，哇，三代同堂，来，我们拿一支麦克风上来好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哇，这个三代同堂很温馨呢，很温馨，很温馨，阿姨今晚也在开开杠了没？开杠，哎，阳光江江，哎。啊，你好，好，两个人哇，两个啊，跟大家说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哇，阿公帅哥美女，帅哥美女，啊，哈哈哈，哦，这个头发很马上现学现卖嘞，哇，阿公欢迎哟，欢迎，而且零秒差哎，他瞬间就会哦，来，好，再讲，来小巨蛋，小巨蛋，哦，小巨蛋，给我小巨蛋，哦，阿公是不是很帅？很帅哦，他就是 repeat。江江有没有帅？有，好可爱哦，好。哇，谢谢大家哈。哎，阿弟叫下面名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鱼苗。鱼？哦，他都不怯场哎。哦，阿弟有每天呢。因为阮等下有这个做什么？这个糖啊啦吼，啊，甲这个许个嘛转变啊吼。所以就关机来来来，就儿子抱他嘛，对，儿子抱他的孩子，啊，你再抱你儿子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这款囝，这款囝，第二个啦，哦，这是第二个哦。嘿，啊，大就查某的吼。哦，查某，哇，精灵哦嘞，你起码想完美啊，你的人生啊吼，哦，除了一直流汗之外。你看雷哥已经这满脸，哎，有没有再拿两个那个面具上来？那个他这个已经不够擦了，天哪！连一起上就乱哈哦。好，那儿子要不要给我们说上几句祝福的话哈？来来来，给爸爸加油一下嘛，哎，祝福爸爸演唱会成功，哎，对对对，恭喜你们哦，一家人哈，大家新年快乐，谢谢，非常恭喜你，你长得跟爸爸很不像哎，真的恭喜你。我想说，这是一家人吗？意外哦，你可能比较像妈妈啦，对不对？哦，他孙子也好可爱哦，他很活泼。阿姨，刚刚你还唱什么歌？啊，这样我欢喜。六个，你讲欢喜就好。好像不是很想唱哎，很可爱。好啦，好，好，你讲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好。哎，你讲给阿公支持。哎，他好笨，他有点过动哎。哦，以后啊，别走，来弟兄啊，来拍个照做个纪念啊。我们来拍照好不好？哈，你可不可以定格不要动，就定两分钟不要动，好吧？哈，来，我们有没有什么道具可以跟着这一家人？哎，来，今天呢，阿哥在，我老母啊，丢丢丢吼，这个打疼拉拢拢去袂断，你可不可以弄起来？哈，你懂。就顾无飞机食咯，你卖死给走，迄车塞袂过。哇，是阮老母，阮家吼放哪？啊，你阿公、你妈妈起码都伫咧放哪？放哪？伫倒位？伫彰化迄个大城西港。哇，所以陈雷的妈妈还在彰化这个养哪呢？还在彰化养？丢啊！放哪呢？啊，我呢就吼，庄脚所在，风景好所在。是，哦，真好。望哪阿水库，一点二五。然后你请老公熟宴哈，哎，这个今天呢，我们刚刚讲四代同堂就是这个概念。今天有雷哥妈妈的这个拉坑，对不？哦，还有儿子，还有孙子，哦，真的，一家四口都来支持，就像我们所有的粉丝一样，请大家四代同堂支持陈雷演唱会。谢谢谢谢大家哦，来，我们来拍个合照，你把它抱起来。哇，我们这个布置的好有巧思，还有一些贝壳，你们办记者会有必要办到这么精致？好。谢谢啊，好摇滚，好摇滚，谢谢哈，谢谢帅哥，谢谢，哎，好，哇，今天欢喜不？今天欢喜到，哦，哇，足赞啊，还头发都有壳呢，嚯，拿拿，你都捡拿哦，哎，很少在记者会捡拿壳的，这真的很特别的一个活动，就不错哎，哇，就不错哎，就春头哇，国际观，太丢 ，international， 真的哎，我们讲实在话，台湾虽然很多人很多歌手，但是有几个人可以像雷哥这样，还可以办巡回，对不对？台湾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，阿哥到福建，哦，敬请期待。好，对，最后祝下面，祝大家，哎，哦，最后这个新的一年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大家万事如意，这个。
吼，过年吼，逛逛逛，吼，大家大赚钱，好不？会记得7月21日，台北小巨蛋欢声雷动亚洲巡回演唱会，拜托拜托，谢谢，谢谢，太棒了，谢谢佳佳，谢谢吼，感谢每一条朋友，谢谢。对，这个票什么时阵开始买呢？就是1月24日，1月24日中午12点，正式开卖。感谢大家吼，明仔载吼，1月24日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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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